你小时候喜欢谁啊？唐僧啊，就黑猫警长。你是这样，你来演唐僧。嗯、他是孙悟空大师兄，我不用扮装了。对，他是这个，对，二师兄嘛，二师兄嘛，他一定是猪八戒嘛。哎，为什么就一定是猪八戒呢？那个，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白龙马是沙和尚，沙僧，你是唐僧，我唐僧，那你是蜘蛛精嘛？你是，我是蜘蛛精，你是这样吗？猴儿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以如来佛的身份出现了。来来，稍微试一下哈，太好，把我的头盔给我。小五白龙马特别好演，你只要让贾乃亮骑在身上就行了。师傅，我们是来到了《天天向上》的现场吗？是啊，师傅。这里有京曲吗？有啊。这里有基因。对对对对，师傅，我是猪八戒呀。你是猪八戒？我是悟能啊。听说在这个台有《冰与火的青春》要播。师傅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，好，需要看完咱们台的电视剧，再走不迟。好，有这么给电视剧做宣传的，没这么植入的。师傅，你歇会儿。哇，现场又来了这么多的猴子猴孙，有没有想吃唐僧肉的？师傅，你不能这样 ，All you can eat。师傅，你万万使不得，要吃我们先吃。Real。师傅咽不下去了，师傅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这个配合的太不好了。